咋这么黑呢？哪个？什么东西拿西方机拿回来？那个？拿回来了，昨天下午就拿回来了。对，昨天挖东西扔在那里，忘记拿了。搞了两条大鲶鱼啊，表妹！我靠！搞了两条大鲶鱼，今天有肉吃喽，表妹。哎呀，搞了两条鲶鱼，看着别人手牵手啊，心里感觉酸溜溜。尤其是到了晚上，要补笼子才行啊，也不 OC 了 ，OC 了，谢谢啊，感谢过客哥的赞啊，大哥们、兄弟们啊，有空的帮波波赞一赞吧，给波波点点赞啊，空鱼吧。大哥点点关注。今天又冷了，表妹是不是？那个地干了一点没有？昨天回南啊，昨天前天回南，家里湿兜兜的。今天开始干了，大哥们、兄弟们啊，不过这手机真的是哦。我这手机怎么老是这样子发白发白的呢？发神经发神经的这手机，这样子还白吗？欢迎高端大气大哥啊！欢迎兄弟闪亮登场啊！空鱼喽，大哥们、兄弟们啊！看看能空多少鱼出来了今天。啊，先搞两条大货出来先啊。应该没有我感觉。两条超大的哦，后面搞的哦。后面那四个笼子搞了两条超级大的黄鳝鱼。欢迎黑色哥，欢迎大哥，冷的那个黄鳝又有点不会动了。哎呦，彩虹鱼呀、啊，不好混了、啊，表妹啊，这碗饭啊，白鱼这碗饭不好混喽、哦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感谢黑色哥的熊比斯啊！感谢大哥啊！先把有鱼的找出来先吧。波波，你知道春风何时来什么歌曲吗？不懂，波波都不懂得唱歌的，我哪里懂这个？林哥啊！波波对歌一窍三不通的，欢迎新年快乐！表妹会唱啊，你知道叫啥歌名吗？表妹？对，大哥就问春风何时来是什么歌曲了？
林哥，表妹她说就是这个名字了。大哥，表妹说就是这个名字喽。长角鱼也没有，七星鱼也没有，就打了点黄鳝跟两条大鲢鱼。今天有两条大鲢鱼呀，等下吃了饭，波波搞点超大的笼子拿去河里下。哎，我林丹们两条还挺嘛，大鲢鱼，呀，盘盘是鱼。鲢鱼，哇，这条黄鳝亮哦，亮就亮够哦，粗就够是有大点够长少哦，而已哦，还有点受伤两条哦，都有1斤了，1斤多了。两条有1斤多了，是哦。这么牛逼可辣死的嘛？花花也不多啊。哎呦，今天的票票好少哦。哎呀，没办法啊，鱼不好混混不哦。下去了，看这种情况，有没有大哥上点票票啊？鱼又少，票又没有，难搞哦。今天没有肉吃哦，谢谢表妹。那你买呀？卖了，今天不卖鱼啊，鱼不多，没有去卖啊，就一点点鱼啊。不买自己吃肉啊？不买鸡。不买都没得吃了，还吃肉啊？有青菜吃都不错了。几点钟了，表妹帮我看一下，几点了？9:01了。9:01。哎呦，没法混喽，表妹。怎么搞那么乱？奥林带来了。奥林带你来收了几个吧？就这么多你没啊。收完是吧？没收完，有一些不同方向的没有收，留一点明天收，明天收多一点啊、爆鱼货喽，比昨天多。比昨天多吗？那两条都挺多那两条就够1斤了，是不是？还有52个没有收的，52个明天再收了，明天收获多一点。这两条鲢鱼怎么抓的？花篮捉的，哎呦，里面有一条花花。咦，这笼子怎么绑的不像我绑的？你有没有绑过绑笼过子？一个，我就说这笼子不像我绑的，一看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了。原来是你绑的，你看你绑的打都打不开，绑个笼欢子就迎不会七绑。个葫芦娃，波波，你听过《春风何时来》吗？听过哦，都会唱哦。表妹会唱啊，叫表妹唱给你听。表妹唱歌给大哥听听都看，会唱哦。看看能不能拉点票嘛？鱼搞不到，我拉点票嘛，捡到个笼子，捡到个笼子不要。捡到个可能就是你的，你看这个绑带，这个是对，你这个就的。是我的，但是这个是人家偷我的，拿去那里下的，烂了好多洞啊！没用了，好大的洞！哪里好大的洞？看这里，也还能补一补吧，等一下补一下吧。我看你冷的鼻涕都流出来了。鼻涕都流出来了吗？这么严重带你学徒啊！对，兵哥，表妹吃辣条吗？吃啊！你要给我买吗？欢迎136。各位大哥们、兄弟们、美女们没啊，有吃，只能吃辣条喽。先帮我提那个桶过来，哪个？装这个瓶子的一个桶。移动了，移动了，行动哥，移动了，移动了，鱼不多，没有去卖鱼啊，大哥啊，没有去卖鱼，拿回来煮给表妹吃吧，欢迎高端大士啊，一条啥了怎样？就一条花花，今天花花都少哇，一那点个点，泥鳅好亮啊！泥鳅亮有啥用？闪黄鳝不多。
基本上没货了哈。有货吧？我啥意思？你不经常做银环大辣条的都不给你啊？我去大便，有时间再来。妈去大便还要跟人家说你好意思啊你？你这位大哥，欢迎歪歪，笑死人了！欢迎风老二。欢迎各位大哥，这个好像也是你绑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我爸就帮你加上。今天就得两三斤黄鳝鱼啊，大哥们、兄弟们啊，表妹杀这两条鲶鱼来吃吧。给我们喂哟。要不要？弄得那么细了。欢迎套路大哥啊！欢迎套路哥。没有关注的，大家帮波波点个免费的关注啊！有鲜花的飘一飘啊，比心的点一点啊。今天没有肉吃了，大哥们、兄弟们啊。来飘呢，你好。欢迎低调哥，花花就是好。好吃的辣条，大陆哥，道哥，哈哈，就是好吃的辣条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新笼子都没有鱼，新笼子都没有鱼啊。刚刚波波回来的半路上，我看到一颗那个藤啊，铁包针啊。欢迎李福哥啊，欢迎大哥啊，闪亮登场。黑哥，等一下我们要去挖苗吧。等一下波波要去挖颗苗回来。没有余地啊，欢迎龙门哥啊，欢迎大哥。兄弟们，大哥们啊，没有关注的，大家帮波波点个免费的关注啊。有鲜花的飘一飘，不是卖鱼啊，对，没有鱼啊，不多啊，就没有去卖，就搞了一点点鱼啊，懒得去卖啊，兄弟啊，鱼太少了，没有去卖啊，我连个人玩玩是不是？连个人玩玩，你又不给波波送礼物啊，李福哥、啊、大老黑不错，呵呵，连个人玩玩，你又不给波波送礼物，连啥人哦？欢迎迷兔大哥，感谢大哥的关注，来一把是不是？来一把，给不给波波？给不给波波送礼物先啊？等一下，你要害我吃土啊！我看看我们公会的有波波好友在线的都没有人在线，哈哈，连一个没有好友在线啊，不连了，大哥，波波这里都没有好友在线啊，就不连了吧。哎呦，随机连的话，欢乐豆，你给波波送多少票票先，大哥，随便连。给波波送多少票票，随便连欢乐豆是不是？欢乐豆不知道连不连得上，随机匹配啊，搞一个看看。哇，凉飕飕的。看看有没有匹配得到的。等一下，你不给波波搞票啊，一毛啊，保赢，保赢是不是？好的，波波再点了，已经点开了，点开了，
随机匹配那里呢？确定了，龙门哥保赢了，你不要骗波波啊，兄弟哦。随机匹配咋配这么久还没配成功呢？道哥给波波支持一毛是不是？一毛就一毛吧，一毛也要挣了哦。欢迎空空哥，他还在转圈圈啊，龙门哥还在转圈圈啊。还是下多几天鱼才多哦，大哥们兄弟们哦，下一天鱼不够多，要下多几天鱼货才够多哦。还在转圈圈啊，这皇上冷得有点想死的感觉，死了没有？转圈圈转不出来哦，欢迎四六小仙女啊，闪亮登场哦。哎呀，这里还有条大条的，这里还有条大条的皇上，欢迎停留哥。714370倾城。哎呀，连到个美女呀、啊！这是户外主播，这啥呀？在捉鱼的哦，美女、啊。这是黄鳝，这是黄鳝吗？啊，对的，黄鳝啊。哦，早上好，大哥。早上好，美女呀、啊！这黄鳝大不大条？啊，别弄了，我害怕这个东西。害怕这个啊？啊！再弄一条。我感觉他在那咕噜咕噜动，可吓人了。这个好不好玩？这个？哎，不行，我害怕。这个是啥东西？它跟泥鳅有什么区别呀？比泥鳅大，比泥鳅长啊！这个呢，波波，你是一个什么比啊？这连表妹啊，这个好不好玩，美女？不是，它这个就是口感跟泥鳅是一样的吗？口感一样的。问一下你家大哥，这个是啥东西？我直播间大哥有没有知道他那个对面大哥拿的是啥呀？是黄鳝吗？因为我瞅得像黄鳝。哎妈呀，不行啊，大哥，我结束了，不行，我受不了，这浑身起鸡皮疙瘩呀！我结束了，不行，干了，把人家吓跑了，大哥啊，兄弟们啊，把美女吓跑了。龙门哥。龙门哥把人家吓跑了，你这家伙连了又不给波波搞一毛钱的票，道哥这家伙也说给波波搞一毛钱的票，一毛都没有哦。对面至少40多了，还没你哦，这才几秒啊，还连不连？龙门哥，还连不连？才几秒是不是？才几秒就把人家给吓跑了。欢迎彭亮，龙门哥还要不要连？你说、啊、大哥、啊、兄弟们啊，不连波波就道义了。龙门大哥家里主播啊，龙门大哥家里主播，再连一个持久的。好的，刚刚把美女吓跑了，再。又开了，哎呀，这么快保赢了、啊！欢迎美女小仙女，感觉啥鱼啊？这啥鱼啊？给你看看啥鱼啊？鲶鱼啊，这个还差不多。我们家大哥夸你漂亮啊，对面的美女啊。谢谢谢谢。鲶鱼啊。鲶鱼那么小吗？啊。2斤左右吧，哦，还有黄鳝鱼，黄鳝，啊，这个，啊，对，鲶鱼认识吧？美女有没有吃过？吃过鲶鱼，但是没见过活的。有没有吃过这个黄鳝鱼？
黄鳝鱼有吃过吗？黄鳝没有，黄鳝没有，黄鳝没有。黄鳝鱼没有吃过，是不是？嗯。这个有没有吃过这个？那是什么呀？蛇吗？黄鳝鱼，我以为蛇呢。黄鳝鱼而已了，刚才那个都 黄鳝鱼而已了。这个好不好玩？哎呦，不行，我害怕这玩意儿，我。不要怕嘛，你家有大哥保护你，怕什么？过年我下了。龙门哥哪去了？你这家伙不要骗我。过年。所以啊，所以我说这个哦，哎呀，我要挑鱼了，没你今天烧黄鳝给你去咋样啊？不行啊，我害怕呀！怕什么？黄鳝鱼也怕哦。好，这个是糖角鱼啊，鲨鱼？糖角鱼啊，这个糖角鱼啊，这个你们那边可能也没有的这种，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个糖角鱼啊，还有这个七星鱼，七星鱼不多，今天很少七星鱼，给美女介绍一遍吧。那个鱼是不是死了？它哪个没有死啊？它有点冷啊，有点冷，它有点傻傻的而已了啊，有点冷，有点冷，有点傻傻的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今天的鱼都有点冷冷傻傻的，鱼不多啊，嘿。这不是泥鳅，那是黄鳝。对，黄鳝鱼啊，大黄鳝鱼，哎呦，钻出来了，就搞了这么一点鱼，搞了一早上啊。大老黑怎么办？没有大老黑，冷得一群啊。对，没有大老黑，这个鲶鱼这个要就吃啊，要么就吃，要么就放生了，这两条大条的哦。今天没有大老黑，这两条要么放生，我要么要吃。就吃的了。呦，你好啊，欢迎四翼哥、随心哥。他不咬人吗？不咬人，刚刚那个都不咬人了。刚刚那一条，其实你说是蛇那一条就是的了，哈哈哈哈。刚刚那条就是你说的。我以为黑鱼不是黑鱼啊，不是黑鱼啊，大哥，哎呦，我不把这个弄走先，欢迎多米，大鲶鱼咬人了，黄鳝不咬人的美女，放心吧，货不多，对，货不多。啊，还有这两条，谢谢多米。这个就会咬人哦，刚刚那一条就会咬人哦，这个不会咬人的，放心吧。啊，美女，这个就会咬人哦，这个哦，这个好玩吧，这个。谢谢神仙咪。送一条这个给你玩咋样？哈哈哈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很怕。再来一个！哎呀，有钱收了我，龙门哥，你这家伙骗我的，不信你了！欢迎随心哥啊，你要骗波波的，不信你了。对的，被大哥给骗了。我们家大哥说保赢的，保赢保个屁了吧？
随心哥保不了赢哦。那他保我了。哎呀，波波补笼子吧，补笼子了。要没你，看看波波这帅哥，好帅呀！帅不帅？帅。喜不喜欢？喜欢有什么用？喜欢。那么远，喜欢就能得到啊！喜欢就把我，你说我吗？啊？喜欢的话就能得到波波的呀。波波哥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广西的，你呢？啊，我是黑龙江的。哇，黑龙江，你们那边？现在还在下，还在冰，还有很多冰吧，是不是？好想去你那里玩呢、啊。不要来，好冷。我不怕冷的。大家大哥威，你们家还差不差厦门女士？差呀，真的差。哇、啊，你看我咋样啊？哎，不对。广西离南宁有多远啊？我这里离南宁300公里。啊，不远啊。我小姨家就在南宁。你来过南宁吗？我没去过南宁，但是，我小姨在南宁北海。北海是北海，不是南，不属于南宁管的哦。哦，我以为。嗯，离北海就很近了，我这里到北海才100公里而已了。嗯，他在北海。对，北海有海边哦。对，北海是北海哦，南宁是南宁。我以为南宁和就是北海了。不过北海离南宁也很近了。你来过你小姨这里玩吗？没有。哦，到了。哎呦，四一哥被龙门哥给骗了，这家伙，哈哈哈！随心哥被龙门哥给骗了，兄弟啊，被龙门哥这北海全部是传销，谁说的？停留哥赶来估计他微信收款13元，赶来估计被他小姨卖了。没那么严重吧，兄弟啊，停留哥，没那么严重吧，北海那么严重吗？哦，大哥，我咋都没听说呢，波波都没听说过，你既然都知道，波波补一下这个笼子。师傅你好，好你好，你好点没有？反正我知道挺吓人的，上班去了没有？老乡，我睡觉了。你媳妇一来你就睡觉，你这家伙。欢迎我们家广西老乡好好闪亮登场哦。好好，晚上你直播是不是肯定好了？不然怎么上班？好好，不舒服还要上班吗？随心哥。媳妇不舒服，你不叫她好好休息就好了，还要人家上班。欢迎高端大赐，我是担心你，我是担心你到现在，说的跟真的似的，是不是？说的跟真的似的，波波补一下这个笼子，这笼子烂太多了。懒得太多了，睡觉啊，睡啥觉？媳妇来了，你不跟媳妇培养感情啊？睡啥觉嘛？随心哥，这样子哪里行啊？那你安静吧。好好，不舒服就好好休息哦。
你不要等一下收少了，不要等一下暑假收钱收少。